安省卜伦嘅两子之母博伊特购买一个超级英雄儿童灯俾个仔，点知盏灯夜间起火，将毛毡烧出个窿，三岁嘅仔亦受轻伤，令全家人受惊不少。博伊特话：佢哋已经算好彩，件事可能更严重，比如冇咗间屋或者个仔。盏灯嘅包装上有警示标签，提醒消费者唔好使用超过7瓦嘅灯泡。但博伊特话：佢使用嘅系盏灯附带嘅灯泡，佢而家改用电池嘅夜明灯。而且不放在兒子的床附近，他希望提醒其他家长小心类似风险。